我也注意到有关报道，这再次暴露出澳大利亚一些人的虚伪面目。他们在国际事务中赤裸裸地搞双重标准，毫无原则地进行政治操弄。我要奉劝有关国家，如果希望在国际事务中真正体现作用，就要学会从事情的是非曲直出发，独立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。